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小棍棍，阳光明媚，现在早上的太阳明晃晃的。我把这三筐夜叉苗又拿过来晒太阳了。这两筐小伙伴们是看着我从血叉盘里面移到小白方的，是我们的1月18号移到小白方的。你们看，现在我觉得，浮盆的情况非常的好。这颗是钻石纹婚戒，这个是洛神，然后这一筐呢也是，你看，做了牌子的，也是1月18号移的，当时一共移了40多颗吧。这些颜值高的呢，就放在这个筐里面，统一管理了。其他的几颗稀稀拉拉的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这一筐是我的宝贝儿啊。早上就搬到有太阳的地方来，中午我要下去的时候呢，我要把它们搬到玻璃棚下面。长得真好，我感觉它们每天都在变化，所以我乐此不疲地搬动着它们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累，但是我不觉得，因为我看到它们的变化，看到它们每天都在长大，特别的欣慰，我愿意为它们这样。当当当当，小伙伴们，这两盆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移到这个盆里面的吗？我看了一下我的相册里面，他们是去年的2023年的1月20号移到这个盆里面的。这颗是饺子皮妈妈，这一颗呢是我们的婵娟。哇，一年零两三个月的时间，他又把这个盆给占满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去年的1月20号移到这两个盆里面的时候，它们是什么样子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就已经种好了，面也铺好了，我现在来给它们浇一下水吧，主要是想把这个麦饭石上面的这个粉尘清洗一下。你看，希望它们茁壮成长。你看这个水多浑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婵娟，期待你今年多子多福哟。饺子皮，你就好好的单头长大吧，美美的，你们两个都要乖乖的啊。晚上的时候我会把你们搬到家里面去的。小伙伴们看到了吧，当时这一颗婵娟是一颗大单头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说希望他今年多子多福。哇，我觉得我真的实现了，你也实现了，婵娟，你非常的厉害哦。这有多少个头呀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哇，不错不错，9个头呢，相当于一年的时间你长了8个头出来。饺子皮妈妈还是单身呢，但是我觉得你就这样美美的吧。你看它的这个叶形像不像菠萝的那个叶子，有点像菠萝的造型啊，很漂亮。我们去给它们撸撸枯叶吧。这一颗婵娟，小伙伴们肯定在想，哎呀，婵娟出状态是什么样子。婵娟出状态非常的好看哦，我把她的妈妈拿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看，小伙伴们，这一颗就是婵娟的妈妈。这颗婵娟我应该是养了很多年了，你们看它这个装置特别的特别的粗。现在真的是天气温度很高，到处都在爆这个花箭，像这种花箭我真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它长大就被我给咔吃掉了，然后这个的话都扒不下来。这个就是婵娟的妈妈，婵娟的颜值还是很高的啊。这个的话陪伴我应该最少都有5年6年了，好漂亮啊。它其实头还挺多的，我记得好像曾经从这里扒过几个小头下来。这颗的话说实在的应该要给它换土了，我感觉这个土都已经板结了，到时候再安排一下吧。怎么样，婵娟的妈妈颜值不错吧，小伙伴们。我觉得还可以呢。
我还蛮喜欢这种莲花做的，然后叶层又多。那你可得跟妈妈的颜值靠拢，我这样看的话，你就说你有多丑吧。你说你灰吧还带着点绿，绿吧还带着点黑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鼓励式教育他。你努努力向妈妈的颜值靠拢吧。这个婵娟可以开始控养了，小伙伴们，因为我觉得他该爆的头已经爆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控养他了。控养他就是延长浇水时间，增强日照，他应该是日照没问题的啊，我已经拿到这边来露养了，他的日照时间还挺长的，几乎都有六七个小时，这种头特别多，枯叶很难拔呀，让它自然消耗吧。哎，我刚才看的那个妈妈呀，我有点揪心，我担心给妈妈脱土，她那个头会散掉，感觉那个杆子的连接点，毕竟时间太长了，那么多年了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如果那个散掉就真的好可惜呀。但是要这样想啊，如果是散掉了，就顺其自然吧。这里不是还有一颗群生的婵娟呢吗？是不是小伙伴们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，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就退一步呗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多好呀！咱们何必为难自己？反正都已经是要发生的，咱们面对就行了。哇哟，这里面真的是好多枯叶，枯叶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好难扒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扒这个枯叶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，然后你们看还经常扒断，你说要是能整片整片的扒下来吧，也还挺有成就感，你看这一片又扒断了。这个有必要换个盆吗？还是说就把它放在这里面控养啊？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操作呢？我的话，我可能就把它放在这个盆里面控养了。其实控养了以后，它的这些头会变小的，变化真的好大。一年前还是一个大单头呢，然后当时在这个盆里面的时候，还没把这个盆占满，现在你们看，满满当当的。扒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耐心啊，我随便扒一扒吧。到周末的时候让我老公来扒，他的耐心好，但是他颈椎不好，就是他像我这样低头吧，可能低个几分钟他就颈椎就受不了了。颈椎不好的人真的恼火，小伙伴们你们要保护好你们的颈椎呀、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些全部都扒断在里面了，太难了。好，我决定了，三个月不给你浇水，这样你总得消耗三四圈叶片吧。它的这个根系是长得非常的茁壮啊，你们看，我这样就是这样提它哟，这样提头了，它都能，这个盆那么大那么重，说明它的这个根已经把这个盆全部占满了，非常的棒。好啦，婵娟，你继续努力啊。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天哪，这颗饺子皮我怎么下手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真大呀，已经看不到它的盆了。我看看有没有枯叶啊，这也看不到呀，应该有。哇，小伙伴们你们看它有多少层叶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哇，就算十二层吧。天哪，你可真霸气呀、啊！饺子皮，这里有一点野草，实在找不到事儿做，咱薅薅这个野草也不错。我发现，它的有个孩子颜值特别高，
过两天我准备给他的孩子换一个特别大的盆，那一颗是一颗三头的，猪形特别的好看，头特别的均匀。来，给你看看你的孩子啊，小伙伴们看，这颗就是他的孩子了。这颗夜叉出来应该快三年了，你们看他的这个装子，这段时间把它放在直播间里面扒叶片，扒的差不多了。它的话还没有那个皱褶，你看，他们的妈妈已经开始有这个花边了，这种像蕾丝花边一样的小皱褶了，挺好看的啊，就有点那像那种饺子皮的花边了。但是它的孩子还没有，哇，颜值都好高呀！这样看来的话，我还蛮喜欢的呢。其实饺子皮这个品种，你把它养大了以后，养霸气了以后，我觉得很有看头的。而且这个品种的话，夜叉成功率高，又不容易有病虫害。我有一位天津的粉丝小伙伴田鼠大王，特别喜欢饺子皮，就是他不管做福利啊，或者是给他什么奖励啊，他就只要饺子皮，对饺子皮特别的专一，独宠饺子皮。哦，这颗饺子皮是真好看，我准备给他弄一个豪宅大一点的盆，给他种在那里面，然后想看一下这种群生的饺子皮和这种单头的饺子皮哪一个更好看。